大家好，我是 Sky，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入住水云端的四人房，超级豪华。我们出发喽！我们一进来就是非常豪华的玄关，还是大理石铺面。那入口这边是一个厕所，这边还有马桶，这是第一个厕所。进来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个房间，这是新古典主义，这个时间点三四点进来，刚好夕阳的时间，非常的漂亮啊。那房间都有自己的饮水机，然后都是过滤的，然后还有饼干。那冰箱里面呢也有零食，相当的不错。接下来呢，带各位去看一下这间房间的特色。噔噔噔噔 ，KTV， 你们入境了，哈哈哈哈，被我抓到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餐厅。饼干、零食、咖啡都在这边可以直接冲泡拿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，当当当当，哇，超级漂亮的这个时间，夕阳、黄昏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是浴室，有烤箱，有马桶。还有按摩浴缸，这边是十楼的景致，相当的棒啊。然后这边是两个洗手台，哦，在这边洗手不用排队。这是淋浴间，是的，这边就是我们非常棒的四人房，有点夸张的大，哈哈哈，推荐给大家。